我现在到了这边更浅的地方，看到这个水更清。哦，海豚，海豚，海豚！哦，哎哎啊啊啊！看到没有？两只，很大。我去，哎，在那边了，在那边，在那边。哦，我追不上，我肯定追不上。大家好，今天是12月18号，应该没错，星期天。今天去冲浪，看到冲浪板了。两周没有去了，有两个周末没有去了。第一个周末是当时发烧，全身无力，然后第二个周末是下雨，上个周末下雨，所以两周没去。啊，停了两周，感觉懒洋洋的。现在天气也冷了嘛，早晚还挺冷的。现在的温度是，我们这边我刚刚出发，我们是8:40，现在刚刚8:40，我们这的温度是48度，48的那个华氏。然后我刚刚看了一下那个海边的温度是49是海边的 Sunset Beach 的温度，然后我的车上的温度是，我开了一点暖气，是75。一来到海边，心情就特别好。哎呀，两个星期没有来了，快到了。最近我那个浪友呼啸，他去滑雪受伤了，所以今天也好不了，今天也来不了，今天还是我一个人来。哇，现在好多停车场，好多空的位置啊，以前都是要等，现在直接过来就有大把的位置了。这么空，找一个最好的位置，离这个冲水的地方最近的地方。9:19，刚才是8:40。多少？一个小时。哎呦，花了一个小时到。好，我们换衣服，马上下水。刚刚给板打了蜡，然后后面房子里面好多人在喊，我怀疑是不是现在正在世界杯的决赛。哎呀，这是海边，这个现在这边推出了一个像一个堤坝一样的这样的地方，然后这边是空的，然后要这样爬走过去，那边才是海，才是沙滩。现在就特别远，我不知道每一年冬天都会这样，可能是这个海这个潮会长得比较高，有可能会推到这水到这边，所以这边就筑起来。感觉浪挺好的，是缓缓的吧，比较长哦。你看，我们观察一下这个浪，你看多平缓，这个时候可以上来，上来，可以走，沿着走，沿着往这边，不算特别好，但是算好吧。人还挺少的，水应该挺浅的。那这样的多好，多好。哦，好吧，你看，哇，哇，好爽！这水超级清，比之前还清。然后那个水也蛮冷的，刚才拍的时候，水在手在水里面，还是有点冷。有太阳，然后穿的那么厚，不要泡到水里，没啥问题。
特别清，这水比之前前几次还要清。这飘得很快哦，让我有个方向飘，浪没有那么快，每一次的浪好像有一定的时间。你看我往岸上推啊。太温和了，所以还没有掌握它的习性。往岸上再靠近一点，适当的调整一下位置。整个浪来了，往前追着。平缓，也慢动作。没冲，体力上还是有点不行，得重新加油的感觉。每周来的话，他有个习惯了，每周到这个时候，大家都会释放一些能量。
在犹豫，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浪，应该怎么样跑，反应没那么快。水真的清啊，这还没什么鱼，不像以前。等了大概10分钟，没有一个浪。刚才就一直在看水底，越看越清晰，然后好像能看得很清楚，有没有看到鱼？感觉有一些时候，这个下面的那个沙突然浑了一阵，在猜是不是 stingray， 但我看不到。然后浪的话一直没有。虽然这个温度不高，40多华氏嘛，但太阳晒，然后穿着这个衣服，身上背后脸上还是挺热的。那脚上的话，因为我也穿了那个鞋子嘛，也不冷。刚刚一直在沉浸在胡思乱想的状态，刚才想到一些别的问题，一直没了。可能估计今天就差不多是这样，但我觉得去年这个时候，11月、12月，感觉遇到的情况不一样。可能那时候我是带着全家人过来，孩子一起。到了这边的话，基本上都是12点钟或者1点钟了，所以那时候的浪也不是那么平静，或者小浪都是比较破碎的那种，不太好的，有点碎浪。然后现在算一算的话，从2020年8月冲浪开始到现在的话，也已经有快2年半了。对自己来说呢，是能感觉到有进步的，但那个进步当然是很缓慢，因为完全是自己摸着来的。但对于展示给别人看的话，可能他就会觉得你这2年半花的时间也太长了，也才这样的水平。对，所以的话，如果是你要冲浪的话，如果能找个教练啊，或者说是跟更有经验的人一起冲，教你啊，可能会不会那么花那么长时间。我们关键是平时我之前是没有什么运动，但我一冲浪之后我就爱上了冲浪，所以我能坚持啊。更多人是冲了几次就觉得有一定的难度，或者说时间上不能安排，结果就放弃了。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学任何技能也好，兴趣也好，最好是有老师带的话，很快上手了，上手之后你就可以自己慢慢练，有个成就感。也快，我估计再过几个星期或者一个月，我跟胡晓又会再来一次这个 California Double， 就是上午来冲浪，下午去滑雪，这是第三次了，第三年了，大家期待吧。今天等等看，没浪我就要早点走了，因为手续还有很多事情，店里一堆的东西没有打包，下午5点钟还要朋友一起过来 jam 玩乐队，那我是跟着他们玩嘛，那他们是来我那玩，所以我得提前准备开门，先把店里的事情收拾。因为几乎没有浪啊，所以我就把这个 GoPro 从这个板上面卸下来，然后给大家看看这个海水，看一下，抓稳哦，不要掉下去可就点不回来了。来，拿起来了，你看这个浪，这多平啊，就像湖水一样，湖面一样，平静的不得了，像一个镜面一样。来，转一圈给大家看，
多平啊，没有浪，没有浪，可能只有靠近那个岸边那个地方有点。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水啊，来看一下，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，水底下没什么东西啊，就是一些沙。也不是热带的海，像有哦，海豚，看，刚才我不知道有没有拍到，它还会起来，注意看啊！哦，看到没有？两只，很大，哇！恰好我把那个 GoPro 拿起来，要不然我就拍不到了。平时经常会看到，但是都拍不到嘛。啊，我离得有点远了，看能不能滑过去。哎，在那边。哦，我追不上，我肯定追不上，不追了。哦，海豚抓到了，太好玩了。海豚真的是一个特别温顺、特别好、特别有趣的那个动物。看看能不能最后拍。哎，在那边了，已经。你看，今天冲浪的都是在歇着。在等浪。啊，我们再继续看一下水底啊，不要逆光看。我们继续看水哈，看水。我把这个 GoPro 放在水底下看一下啊。如果不飘得这么远，我还看不到那个海豚，还拍不到那个海豚呢，是吧？哇，这样滑一下水，还手还挺冷的。
我现在到了这边更浅的地方，看到这个水更清，所以我就忍不住要取下来给大家看。你看我的影子，你看我影子啊，高一点。你看这水底，这水底多清楚啊，好清晰啊，是吧？我的影子，这水多清啊，就是没看到什么鱼。去冲，还有了，小了。其实刚才我错了，刚才我被飘到后面很远去了。本来今天的海水就是这个就比较平静，所以又被推到很远，那边就根本没有浪。但其实往靠岸边这边还是有浪的，就一直都有，就小浪，还挺好的。也是一种练习浪，我觉得它是缓缓的，没有什么伤害。没什么危险，然后可以让你平平慢慢的来练。我们现在去抓鱼。如果这个在高空拍、航拍的话，会特别漂亮，因为水特别清嘛，能看到水。好，这个浪头。都有看到有个人在游泳，就是光着身啊，就穿个短裤，好厉害，特别冷。我们穿那么厚的衣服还不用在水里，但是他一直在游。这个人能不能起来？你看冲水的，看着比我水平还要差。这边海边的那个治安是没什么问题的啊，你看别人也是这么放一袋东西然后再冲，然后冲一两个小时可能都不上来。我也是把东西放在这，手机也在里面，也没什么问题。但当然不要不是鼓励大家大意啊、哦、还是要得小心点。刚才一回来我发现我的衣服是这样的，我心里会想一下，哎，是不是有人动过？但我想不是啦，你看看这么多那个海鸥的脚印就知道了。这个地方应该是海鸥刚刚啄的，它把我的衣服拉出来，它可能是找吃的东西，然后把我的衣服给弄烂了。平时我不带衣服过来，今天带了衣服就被它咬了。这好漂亮这个样子。
多小时，可能不到两个小时。反正是两个礼拜没冲的，就等于算是预热恢复一下而已。然后今天心情还挺好的，然后看了一些海边这些沙滩上的一些小石头啊、贝壳啊，又看到了海豚啊，还挺开心的。下个礼拜继续啊。